六点起来替他打鸣，他还在睡觉。你要干嘛？时间到了，我下何真，一百出。兄弟，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关系，但以后一直给人送蛋糕吗？不心酸。你喜欢我这种浮夸的方式吗？看来你很喜欢我。你们不是一对吗？打扰了。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就是来找你商量商量，下次就是亲上加亲。你以为在拍电视剧？天降异象，真的。他欺骗你感情知不知道啊？那叔叔我叫什么叔叔？谁是你叔叔？爸爸。这一次我决定好，轻装上阵。好。我们要去哪里约会呀？没有经验。那就新开一间吧，反正来都来了。方向盘，圆的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